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磊。OK，今天要录，新一次的 vlog。然后这次啊，准备录一个成功的，完整的一个 vlog。OK，现在我在北京的家里，要收拾行李去到美丽的斯里兰卡去拍摄一个杂志。然后现在东西已经收拾完了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怎么翻过去？哎，看这里面有什么啊？这里面有什么啊？我看，先自己瞅一眼，都是些衣服啊啥的，自己带的时候的洗漱用品，还有袜子什么的，一个笔记本，然后充电器，还有钱包。对，男人出门在外必须得有钱包啊，钱包是对自己的保障。然后待会儿准备穿个衣服，我们马上就要出门了。我看现在几点？现在是一，哦哟，快1点了。我们原定1点钟出门，现在准备关箱子出门了，就这样，真好。OK，我把电脑放进去。我在电脑里面还下了2部电影，待会可以在飞机上看，就这样。我现在到机场了，已经，然后准备办托运，然后就进去了。对，出发。香港转机，所以我们先飞去香港，然后在香港停留1个小时，再坐飞机去科伦坡。现在已经到了，到了，在排队，人特别多，已经很热了，我已经把外套给脱掉，特别热。我现在已经过了关了，然后现在在拿行李，拿行李。今天其实还带了蛮多东西的。过来点锅，再来点。斯里兰卡，耶，真开心！现在是科伦坡的早晨8点，然后我已经起床开始化妆。是这样啊，昨天晚上，因为到的太晚了，然后外面乌漆嘛黑的，完全不知道窗外有什么。结果呢，今天打开窗帘的时候我就被惊呆了，因为我才发现我们的酒店其实就在海滩边上，特别的美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特别的美。今天天气也挺好的，就在海滩边上，特别的漂亮，好想跳进去游一下泳啊！吃个早餐，我们就要出门了。希望今天一天的拍摄顺利，明天拍摄完我就可以回北京，然后排练我们的期末作业了，真好，耶！OK，我们现在出门了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外面特别的美。你第一站去哪里？啊，就在一个火车站叫瓦斯康瓦拉瓦塔的一个火车站。OK，特别棒，瓦拉瓦塔的一个火车站。然后先拍点照片，海滩，nice。到了，哇，好热！走这个天桥过。
后下车找了一家 中餐馆，在这里吃午饭，吃完午饭以后就继续前往那个古城。 OK， 现在我决定出来逛一下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我刚刚在拍摄过程中呢，跟一群小朋友们踢了足球，然后看他们的光脚在地上踢，然后我也尝试了一下，结果没有想到，我只坚持了半分钟我就不行了，那地太烫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可能从小脚就在光脚，所以说脚根本不怕烫。 Hey guys, say hi to the camera. Hey! 行，那我现在就下一站拍摄了，就这样，耶、yeah!已经是最后一套衣服了，马上就要拍完了，我们已经在古城里拍了一下午了。这就是那个沿着海开的火车。哇，这边的当地的司机开车还挺狂的，刚才他在变道的时候竟然还有心思打了一只蚊子。不过你可以演示一下吗？就是他变道的时候，你要在变道的时候开，就是你开始手握在方向盘上，然后要变道了。对，我回来继续。你不对，来拍会儿。啊，要变道是吗？而且变道的时候打的是我这个老司机来的技术非常的强。还好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不然他估计现在要锤我了。我们现在到了海边，我一会儿呢要在这个架子上面坐着拍照片钓鱼，不知道能不能钓上来鱼。然后我现在在喝这个椰子，这个椰子啊特别甜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是当地这个特产黄金椰子。这椰子里面啊特别多那个椰汁，特别好喝。好紧张啊，不知道待会儿会不会掉到海里面啊。我认识，熟了，小时候一个小区的。
设一点视频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科伦坡了。加油！今天二十六号吗？是你生日今天？哦，对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对 ，OK， 今天是26号，哎，真呀，真开心，真呀，这么真开心，太好了。哎艰辛啊！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了，正好。